中国厦门的曾厝垵，哦，加足侪民宿，啊，加足侪小贩，上面拢聚集这样。曾厝垵是中国厦门政府重点培养的旅游景点，所以呢，伫内底真侪民宿甲小店家。靠近台湾，所以伫遮卖物件真侪拢用台湾来做招牌。你看，连水果嘛讲是台湾来，但是到底是对一间才是正港台湾人来开的咧？随我来呀！特地是看这家店嘛，哈、哦。是。啊、哦，那你们可以进来先参观。啊，我哪会知？当然，这间是我台湾的朋友来中国开的啦。新出的养生系列蜂蜜的，那主要有三个口味。这是牛轧糖是吧？是。啊、哦。对，而且是纯天然，无添加的。那我们这边还可以品尝看看。啊，也可以现场吃吃看。现场在吃，这样好哦、喔。对，这个可以品尝看看哦，有不同的口味。对，这个是花生味道，就是在台湾的话，这还是原味的。好，这是葡萄花生。是，那这边的话呢是巴旦木，就是杏仁啦，因为现在大陆这边要求，对，那巴旦木的话呢是杏仁的学名。是用学名啊、哦，是这样台式的绿豆糕也是，纯天然无添加的。那糖样的整个系列呢，主要都是，提倡的是一个食品的健康嘛。啊，这是台湾的口味的、啊。是100%台湾的口味。